封印磨砂卫生气候在去年六月的发射升空，隔个半年就要在天空中吞灭国强下，正式对国际来公开观测的资料。一下也已经南越的俄国中央气象局天时预报的内通，大部分飞气候传过来的资讯，韩白就做的提供台湾、韩国大比土地区国家、韩国精准的气象预测。不为气候，托去年六月顺利升空，近半年外总算会透出次九旬试点，透美国同步只是对国际公开观测资料。记者飞鸿，美国在台协会代表，媒体被欧诺台湾对世界的贡献。不为气候卫星计划为美台太空合作再度立下重要的里程碑，表彰了台湾对世界的贡献，展现美台合作可以达到的成果。正如我们常说，美国和台湾是正朋友。科技普工富贵气候留点卫生，连忙跟有两粒头金木龟头红，安算五空二级的五叶石板线，所有卫生的安排，透过富贵气候传进来的资料，不但抢先捕捉东多，也带好用天气唔拉解观测资料，对未来台湾头风采路线的预测，每世界线7%的误差值。依用去年的这个台风资料，用我们的 Global Model 做的测试，那基本上120小时的改善是7%。这个路径预报的准确度，其实跟台湾的台风带来的风和雨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的路径预报不准确的话，那我们对风和雨的估计就会有所偏差。富贵气候同时每日天数太空天气的监测同指引，新太提供内高速公。台湾太空天气终于将会公开一摆，同富贵气候45分钟就设即时公开一摆来比，在提醒飞行机同海驾达到由 GPS 内通个运输工具，天气外行较精准，工地之外发生个风险。刚刚新闻网警察刘义平特别报道。